战战兢兢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反扑。我们可以抢到一个防守成功，我们就会每一个过程我们其实都处于落后，大家没有因为落后而放弃，就是奋力一搏。现在是防守问题，我防一颗就会赢，不要急着上去。那浩哥，我这个是我的教练，那他是你们一队。对，还有嘉良，你们是靶子队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天原来也就安排在家里发呆一下就休息，没想到要打篮球。冰包。学长们今天聚集是要来海淀红山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红山这次很强哎。第二季的那个乐乐棒开始的时候，兄 A 就一直都陪着我们，然后到了第三季。今天乐乐棒就由他来组织所有人，然后对第三季，对啊，应该是蛮轻松的啦。嗯，因为毕竟他们没有打过，我们有打过了，知道多知道在干嘛，对，有概念。今天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东西交给他们。本来就是内行。哦，刚刚呢，李明昌打出很厉害的全垒打。打得很好，好怀念大家的那个练习的人生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